各位親愛的朋友，你們好啊。那我們平時吃菜呢，多數是用白灼這樣，那是比較健康的。那如果吃得多呢，想轉下口味的話呢，都可以試下清炒啦，也可以試下這個蒜蓉炒白菜啦。那這個心就比較大啦，比較難吃的就將它切開，將它切開。咁而家就分開咗啲菌同啲葉啦。好，咁而家首先炒咗啲白菜嗰啲菌先。放少少水啦，去冚盖煮咗一阵先。咁要炒到呢个白菜呢个款咧有一半熟到咧，就加埋呢个葉落去啦。好，咁而家加啲啲少少糖啦，啲少少鹽啦，再俾啲少雞粉落去啦。將佢炒到熟就得噶啦。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蒜蓉炒大白菜。